是礼貌还是放电？老外肢体语言误会多。巴西人，如果有好的感觉嘛，是我把我的手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一起走。你这样在干嘛？他是你的导盲犬吗？不是，韩国不会 run， 韩国是用口头来就是告知。对，口头告知就是说啊，现在我要摸你了。不是啊，请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墙。